好伤心啊。来工作室，画眼睛，给瞳孔上色。Nice。一只袜子，拉力卡达布拉 ，Bang。放模板，缝裤子，瞧，给娃娃穿上。戴顶帽子，卷出头发，少了点什么？哦，我看不见了。我的眼镜呢？给你。Thanks。让我们欢迎悠悠。Hi。我想我该走了。Bye bye。哦，好悲伤啊！美好的一天。哦，对不起。我们是一家人了。亲爱的。我们要有宝宝了。我爱你。我们一家三口了。爸爸妈妈和你们在一起真好。你们要分开吗？你不爱我了。太尴尬了。你该走了。Oh no！ 你说的对，再见，亲爱的，我爱你。妈妈，对不起。别担心，亲爱的。哦。我该怎么办呢？你要有继母了。准备木木的外观，蘸乳刷子，画睫毛，腮红，涂嘴唇。设计卷发，哇哦！拿布料，画图案，穿上裙子，添加上衣，测量长度，缝丝袜。乐乐的新妈妈 ，Hello， 谢谢你，拉力路。真倒霉。真倒霉，我要走了，他在等我呢。你好，我的东西放哪里？哦，好累呀，来帮帮我吧。哈？爸爸，他是谁？亲爱的，是这样的，这是你的新妈妈。What？ 哦，你没听错，我们相爱了，对吧，亲爱的？啊哈。这是什么？很棒的照片，这里不错，扔进垃圾桶里吧。好多了，我们很般配吧。我可以坐下吗？哦，嘿，小心，亲爱的，给我一杯。好的。啊？这是什么？我妈妈呢？他们很开心。给你，他怎么了？悠悠为女儿准备了惊喜，拿千年图，放在托盘上，添加装饰，给乐乐的生日礼物，装在盒子里，关上。快递到了吗？是的，给你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希望他喜欢。我来了。谁呀？啊？我来找乐乐。哦。他不在，给我吧。OK。你该走了。Bye。连女儿都见不到，他不需要我了。有趣，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哇哦，蛋糕！这么好看，怎么办？有了！乐乐看蛋糕，我做的，亲爱的，许个愿吧。希望爸爸妈妈和好。我帮你切，吃吧。真好吃。太棒了，我很喜欢，好吃，我还想要。Please。
没了，亲爱的。怎么可能？做一个玩具，拿柔软的海绵，两个，覆盖布料，添加身体，小绒球，瞧，拉力路魔法，完成。给妈妈的礼物，快好了，给爸爸看看。哦，掉了。哦不，地板脏了。用什么擦呢？吸水的毛巾。有了。不会有人发现的。哦，乐乐要来了。什么？谁干的？我的妈妈。你为什么这样？别生气了，你是小孩吗？你是个坏继母。可怜的小熊。拿一包，折起来，拿材料，一个圆锥，一片雪花，用黑色笔标记，添加手柄，贴贴纸，变小，完成。用它们去除咖啡渍。哦，悠悠很伤心。妈妈是你吗？太好了，我好想你呀。我的泰迪脏了。我有办法。坐下吧。OK。我们需要工具。有意思，别担心。你好，我想下订单。您的包裹。Thank you。去污剂，还有湿巾。Good。一点泡沫。朋友们，帮我清洗泰迪吧。给视频点赞，让污渍消失。来吧，再多一点。耶！耶！我们做到了，干得好，干净了。耶、yeah ！去散步吧。OK。走吧，妈妈。吃点零食吧。Yummy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太有趣了。骑自行车。看小猫。我们能看看吗？我在给他们找主人。太可爱了，看里面，谁呀？有趣，稍等。拿电线，拧紧。拿粘土，做一个头。粘耳朵，在烤箱中烘烤，烘干直到变硬。画眼睛，真可爱。女孩的新朋友，给你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要回房间了。好的。哦。Oh no！ 要发生什么了？什么声音？一只老鼠。啊！咻咻！快走开！你站着干嘛？抓到了。太可爱了。我可以养它吗？它不咬人。Please。但木木不同意。跟我来。给你，你给它买房子吧。亲爱的，我去买吧。好主意。马上回来。拜。拿一块，涂粉色。用笔做标记。添加元素。找到一个螺旋，连接线轴，给宠物的礼物。哇哦，很值得购买。哇哦，太有意思了。哇哦，化妆品，还有麦片。嘿，不是买这个的。哦，手提包。哦，就是这个。哇，还有一张床，我想要这个。耶！买这个吧。哈？他去哪了？新款。我找到房子了，给我看看，在这里。这么大。
付款吧，给你钱。Sorry， 这不够啊！你看价格了吗？啊？嗯。怎么可能？那我买包包了。买吧，你的正好。Oh no！ 我得帮帮他。开心的购物，该回家了。跟我们走吧，拿盒子。贴在底座上，扭动电线，进入罐子里。Great job！ 瞧，冠军奖杯。宠物屋大赛即将开始，我会赢的。我骑到了吗？嗯哼。小老鼠的房子，爸爸。嗨，亲爱的，我来了。没人注意，交换一下。祝他好运。这是 Pinky 的房子。哦，去哪了？这里呀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妈妈。现在宣布结果。第一名是乐乐。耶，我赢了。我就知道，这是你的奖杯，给你。恭喜。谢谢我的父母。哦，我好尴尬呀。大家都在看我。不要害怕，我在。哦，真可爱。妈妈，你回来了。Yeah! 一家人又团聚了。他会很惊讶的。告诉他吧。有点尴尬。你走吧。你会后悔的。你太勇敢了。换掉照片。好多了。妈妈，这是 Pinky。 等等，惊喜。哇，谢谢妈妈，好棒的礼物，你喜欢吗？小老鼠很喜欢。我们去公园吧，它很好奇，但是不能逃跑。好消息，我们要有宝宝了。耶，太高兴了。宝宝长大了一点。用树脂覆盖头发，给眼睛上色。哦，粉色粉彩，绿色连衣裙。哇，还有鞋子。Nice， 你来了，给你蛋糕。Thanks， 去游乐场玩吧。去和孩子们一起玩。Ew， 大家都好脏。吃我的冰淇淋，怎么了？现在有病菌了，太不卫生了，到处都是细菌。和小猫一起玩吧，还有跳蚤。哦，我帮你擦擦。好了，去买个新的冰淇淋吧。选择小狗，用工具抚平。给眼睛上色，覆盖亚克力，毛茸茸的尾巴，可爱的小家伙。妈妈看，哇哦，真厉害！我也想要一只小狗。Okay, sweetie. 去动物收容所吧。我们想要宠物，一只小狗。丑鼬怎么样？ Ew， 什么味道？走开。那是谁？一只小狗，一见钟情。我想要它。很棒的选择。我们到家了。生日快乐，亲爱的。擦眉毛，画眼妆，添加细节。我的头发呢？长长的睫毛，绿色面料，描轮廓，用剪刀剪，系一条腰带，试穿衬衫，装饰图案，别忘了消毒剂。Thank you。这里太脏了，怎么在这里学习？
那是我的吗？蜘蛛网，好多了。Oh no！ 太多垃圾了。Hi there！ 我和你坐一起。Ew！ 我可以吗？同桌也要保持干净。孩子们，才艺表演开始了。Oh！ 我想加入，该制作服装了。进行测量，画圆圈，涂成绿色。由青粘土覆盖亚克力，谁想当西兰花？哇哦，好多服装！我是最后一个，还给我！服装被选得越来越少了。让我过去，谢谢。只剩西兰花服装了，只能这样了。快点上台，大家欢迎这个节目吧。喂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Hello。另一位参赛者，我们可以一起表演吗？你是西兰花吗？展示你的才华，亲爱的。我会唱歌，选择这套服装非常有勇气。西兰花对身体好。三个通过，恭喜！你是唯一的参赛者和赢家，这是你的奖品。点这里。该长大了，改变外观，画眼睛，戴睫毛，修剪发型。给你，拉力路，谢谢。剪碎片，穿上裙子，画花 ，nice， 皮带扣，一条围巾，燕燕上大学了，耶！我的暗恋对象，他真帅呀！啊，哇！我也喜欢他，我想挂起来，还给我，耶！哦，亲爱的，我要找一个真正的男朋友。相亲很酷。哦。Hello。Hi there。哦，好脏的鞋子。Ew。你怎么了？啊 ？Oh no。Ew。下一个。Bye。Hey， 你好，想和我一起吃饭吗？好恶心啊。没关系，把它擦掉吧。下一个。OK。女士，给我一点钱吧。Oops。再见。我要永远孤单了。Hello。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好多细菌啊。Aha。现在好了。Oh my。她真好。我是爱德华，我叫燕燕。你的手干净吗？消毒一下。我的理想型，拿一块面包。你好，将面包擀开，星星面团，加入奶酪片，还有西兰花。数一数有多少个西兰花呢？三。拿软木塞，清洗，在灯中照干。披萨做好了，看起来很好吃。Hello。这是给你的。我的消毒剂呢？干净的味道，好多了。Thank you。我们走吧，亲爱的。有个水坑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有个办法，这样就好了。Thank you so much。我有一个惊喜。Huh？ 闭上眼睛。Oh。 我们到了，睁开眼睛吧。Wow。真可爱，请坐。Oh， OK。那是西兰花吗？非常健康，吃一口吧。Blah。 好吃吗？嗯，当然。再来点吧。
哦，那是什么？在哪？我不喜欢西兰花。什么都没有。披萨呢？我都吃了。Yummy！ 哇！太好了，我喜欢西兰花。我也是。快踢远一点。嘿，吃汉堡吧。拿盖子，用布包起来，盐帽，绿丝带，用一朵花装饰，拿一颗珠子，小衣夹，锯掉一块，覆盖亚克力，防晒霜做好了，我们去海滩吧。亲爱的，太阳很大，戴上帽子。Thank you. 我怕被晒伤，涂防晒霜吧。Yeah. Okay. 现在可以保护皮肤了。哦，那是什么？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Yes. Hello. 宝贝们，在这里休息吧。吵闹的邻居来了。哦不。他们要走了吧？求婚呢？我愿意。我们换个地方吧。OK。快跑！拜。奇怪的家伙。更改气球的颜色，覆盖摩擦剂，在上面签名，放一个标志，安装手柄，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。燕燕要结婚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。等等，保存这个片段。用这个球开始仪式吧。OK。新郎新娘。Yes。我愿意。我爱你。婚礼很棒。哼。我想看看。我会小心的。不，小心。对不起。No。我会忘记婚礼吗？我有办法。对不起，走开！我不是故意的。燕燕，我保存了你的回忆。Oh my gosh！ 亲爱的，谢谢你。保存在这里吧。一、二、三，我接到了，我接到了。Yeah！ 我要结婚了。我爱你，亲爱的。我也爱你。太高兴了。他们想要一个宝宝，我好想要宝宝啊。嗯哼，我想当爸爸。宝宝出生了，娇娇宝宝真可爱。需要改造了，该长大了。我弄脏了，没关系。画眼睛，添加亮点，腮红，真漂亮。但我的头发不行，梳理头发。Wow！ 我想要新衣服。Yes！ 喜欢这件毛衣吗？太普通了。用颜料画条纹。Wow！ 试穿一下。现在是裙子。Nice！ 白袜子。鞋子。上色。外观完成。谢谢你，拉力路。嘿，什么声音？怒怒和乐乐决定分开。走吧，我们分开吧。妈妈，爸爸。快点。妈妈，你会想我吗？给视频点赞，帮他们复合。妈妈爱你。再见。只剩爸爸和女儿了。爸爸，只有我们了吗？放心吧，会没事的。新妈妈，新外观。啊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添加绿色，多涂一点口红，长长的睫毛。选哪个呢？绿色吗？没问题。剪个发型。Nice。拿布料，漂亮的裙子。穿上紧身裤，脖子上还有蝴蝶结，画花卉印花，外观完成。燕燕怎么样？不错，谢谢。你看起来很棒，去见我的孩子吧。
亲爱的，这是你的新妈妈。嗨，你好。嗨。放我的照片。好多了。一团糟。孩子，马上收拾。好吧，我会收拾的。清理一下这里。还有这里。娇娇很努力。好多了，给我咖啡。给你，这是我做的。听起来小家伙很紧张。哦不，我的衣服都弄脏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哦不，我最喜欢的玩具，我要给他一个教训。没人可以坐在毛毛身上。我可怜的宝贝，有了。选择容器，拿胶水，更多。几滴染料，用筷子搅拌。去实验室，魔法时间，添加神奇成分，混合。是史莱姆，撒闪光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多闪光。用手指揉捏，不同的颜色，很有弹性。在罐子里放一些，贴上贴纸，做得很好。给它史莱姆，放在包上、壁橱上，还有化妆品上。哦，有好戏看了。毛毛躲起来。我的手机呢？这是什么？啊，好恶心。到处都是，我受够了。盒子里有什么？拿隐形眼镜盒，去除多余部分，覆盖亚克力，厚厚的一层，添加肩带，还有把手，用贴纸装饰。行李箱准备好了，在里面放糖果。都关不上了，粉色、绿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红色，数一数有多少个行李箱呢？ 1, 2, 3, 4, 5, 没错，五个。把它放回去。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放进玩具盒里，快点关上。我的宝贝太多了。娇娇喜欢囤东西。好了，我的行李箱。我饿了。你在干嘛？去打扫卫生。OK。快点，快去。Ew。玩具就是垃圾。啊哈。糖果。燕燕喜欢糖果。那是我的。不。你怎么可以？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拿盖子，切掉底部，变成绿色了，真好看。戴上护膝，还有胳膊肘。拿轻粘土，磨制垫片，去旅行吧。Thanks。小心点。接住了，妈妈是你。娇娇很想妈妈。耶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你的毛毛，它没事儿。妈妈和女儿有很多话要说。亲爱的，吃零食吗？真好吃。宝贝，给你。哇，毛毛的新朋友，快乐的一天。你在哪里？快点回家。好的，爸爸。给你钱，谢谢妈妈。再见，宝贝。Goodbye。拿一些粘土，滚成一个球。魔具腿、耳朵和补丁，切开，在烤箱中烘烤。完成。画眼睛。现在可以存钱了。
放在桌子上。太酷了，我要把钱藏起来。我有很多钱。不会吧，比我的钱还多。哦，亲爱的，我好想你呀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孩子，我带你去卖玩具吧。好呀，走吧。出发。选你喜欢的吧。我想要这些可爱的包包，现在我有钱了。我要这个了，给你钱。新包。我的存钱罐呢？燕燕用来付钱了。你怎么能这样？别伤心，这是你的数学书。可怜的娇娇，这不公平。盒子里有什么？不不，对了，拿扭扭棒拧在一起做框架。身体完成，添加一个头，还有耳朵、小绒球，毛茸茸的可爱的猫咪，它已经准备好了。一个垃圾王国。继母叫我来拿东西。谁在喵喵叫？不会吧，我带你回家，我会照顾你的。坐吧。小猫想磨爪子。哦不，那是燕燕的衣服。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，咻咻咻，我的衣服都撕坏了。小猫很抱歉。滚出去，走开。亲爱的，怎么了？我浑身痒，是跳蚤，到处都是。快把跳蚤赶走。爸爸给你喷雾，我帮你喷。现在没有跳蚤了。拿人造皮缝在一起，再来一件。手套做好了。那球呢？用亚克力涂珠子，用细刷子画图案。给你，可以打棒球了。好吧，谁在投球？给你球。好的，准备好了，我要扔了。接住了。干得好，孩子。妈妈在那。接球。我的头。乐乐，是你吗？还疼吗？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也是。父母会复合吗？拿木棍放在一起，去除多余部分。拉伸画布，放在画架上。剪吸管，填充颜料，盖上盖子。画画工具做好了。燕燕还不知道。你回来真好。那是谁？他要走了。再见，燕燕。太高兴了。一起画画吧。涂在手上，彩色的手掌，放在画布上，留下签名。把这个拿走。好多了，一家人终于又在一起了，美好的一天。真的吗？花的香味给你。哎呦，我过敏。下雨了。我要淋湿了。耶，我喜欢水坑。哎呦，好多水花，都湿透了。赶紧回家，我好冷。我来泡茶。好烫啊。先擦擦自己。哦，好多了，放松。我不能在泥巴里放松。哦，那是谁？哦，我看不见了。画眼睛，扎个高马尾辫，橙色布料，拿记号笔画模板，试穿毛衣的细节。
画条纹。穿上吧。我有孩子了吗？花式耳环。娇娇准备好了。我要迟到了。不想见我怎么办？不在家怎么办？该不该进去呢？谁呀？哦，娇娇。耶，你要当妈妈了。我们需要谈谈。过来坐下，我去拿馅饼。你马上就要去医院了。我害怕医生。喝茶吧。谁想要？我，谢谢。在评论区写下角色们的名字吧。你期待吗？我不知道怎么照顾小孩。你会是很棒的妈妈。吃饭吧。感觉不对，我肚子疼。是馅饼的原因吗？你好，救护车，我们需要帮助。我来了，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做超声波检查。让我看看，你要生宝宝啦。到我了。你也要当妈妈了。两个孩子，恭喜。耶，我们要生孩子了。好朋友们一起当妈妈。选哪张纸呢？剪成条。拿塑料袋。放大。包裹纸条。可爱的脸，牛油果皮娜塔做好了，性别派对开始了。恭喜你，乐乐，我们带了礼物。Thank you. 可爱的肚子，可以坐在这吗？怎么这么近？好挤啊。看看宝宝的性别吧。小心，你不要自己来，会伤害宝宝的，别担心。我不看了。耶，是个女孩。一团糟。我要有女儿了。哦，糖果全都在地上。哦，我的肚子开始了。怎么办？宝宝要出生了。拿盒子布料放进去，剪布料，盖子做好了，放在一起，用生态皮革装饰。带什么去医院呢？啦啦啦啦！啊，需要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这个可以吗？好吧，唱片机，还有一朵花，火鸡，我怎么忘了呢？装不下了，关上。收拾好了吗？我的行李箱，我来了。我只拿重要的东西，湿巾和消毒剂。我们得走啦，全是娇娇的东西。惊喜宝贝，打开包装，穿尿布，选择颜色，红色。画一张脸，条纹内裤，选哪个头发呢？扎马尾，修剪末端。小娇娇、小燕燕和小乐乐，进来吧。不要，好脏。来吧，妈妈。
好的，你需要什么呢？把这里洗干净，用消毒剂。清洁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病人说房间很脏。调皮的女孩。完成了。Thank you. 好多了。太可爱了，长得和我一样。娇娇也有女儿了。这是乐乐的宝宝欢欢，我的宝贝。一二三，拿彩色水钻挑选鱼竿，放在上面，剪打印，放在一起，粉刷底部，婴儿监视器做好了，到家了，睡觉吧。他怎么了？需要枕头吗？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婉儿，宝贝睡觉吧。小娇娇不想睡觉。为什么下来？我不能一直抱着他。买个监视器吧。您的快递。婴儿监视器。把摄像头放在这，现在我能看见了。这是什么？全都是。睡觉吧。宝贝怎么样了？睡得像个天使。耶，成功了。拿软木塞，塑造，彩色线，拿毛线，粉色羊毛，做外套，用领结装饰，开朗的笑容。 Bingo Bongo 准备好了。乐乐带宝宝来玩具店。亲爱的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们有很多产品，看你喜欢哪个。这个怎么样？我知道了。这些呢？选哪个玩具呢？来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我想要大象。给你。最近一直下雨，玩具掉进了泥里，没关系，拍一下。给你，干净了。水坑很有趣，试试吧。你弄脏了，宝贝。快乐是最重要的。拿盖子，画线，添加零件，粘丝带，把它变成眼镜，完成。大家好，娇娇和孩子们一起玩吗？去沙河，太危险了，在蹦床上很容易受伤的，球会击中你的头，小狗会咬人。他们怎么这么粗心？让我想想，没错，防护装备，很棒的装备。啊，妈妈可以放心了，宝宝玩得很开心。姑娘们小心球，去吧。啊，孩子，防护装备救了宝宝。能多玩一会儿吗？不，我们走吧。操场太危险了。拿史莱姆，打开，倒出来，剪一个洞，盖上盖子，还有标志，禁止垃圾。什么味道？你的尿布怎么办呢？需要换尿布啦。我做不到啊。我帮你，稍等。给你。
哎呦，太恶心了。这个时候你需要特殊的保护。过来验验，就是这样。扔进垃圾桶里，然后关上，换新尿布吧。好了，干净了。我的宝贝。哦，我做到了。妈妈，我又要尿尿了。我们需要什么？不是这个。好的，拿盒子。一张泡沫纸。剪盖子。剪吸管的尖端。插入盖子。一副双筒望远镜。你会照顾孩子吗？谢谢，再见。坐着别动，马上就来。宝宝怎么样了？让我看看。哦不，娇娇在沙发边上。宝贝，我要去救他。木偶戏。哦，小心，坐吧。要有表演了。哦，来吧，我们还有很多事呢。等等，让我看看。